Tesla，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的话，这个 Bing AI 的话与这个 AI 平台的话有什么区别啊？我们用同样的问题在这里来问。首先是我们想问一下星座的问题。以专家的口吻写一篇关于白羊座运势文章。来复制下来，把这个的话就让他在这里查吧。这边的话，我们也粘贴一下。这个还挺快的，这个还在生成，这边已经开始了。怎么这么点字啊？这边还在写。他这个写完了，这个才生成这么一点。那我再问一个吧，写一个菜。那写代码行不行？这边也来试一下。这个的话就可以了。我们问的这两个问题的话，显而易见了。你看，这个 Bing AI 的话，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回答。我感觉的话，这个 Bing AI 的话是过滤过的，就是它把有很多问题啊都给过滤掉了，没有像这边的话直接调用它那些它训练出来的那些内容啊。这个的话 ，Bing AI 的话应该是基本上属于过滤的那个样子。有好多的话，他直接在这下面给你搞了些这个东西，为了省事还是怎么样，还是没有他这个平台那么智能的。我们就试这两个问题，其他的问题的话，大家可以去慢慢试。如果让我用的话，我还是更愿意用这个。这个虽然的话它是收费的，但是的话它那个效果啊，要比这个 Bing AI 上好的太多了。那先这样。